才会让赵鑫在母亲期待了八年的婚礼当天再次消失。三金，你不会让我帮你抄吧？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我是你爹，你得管我叫我爹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让你白干，啊？嗯，零用钱，暴发户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臭小子。小子跑了！哎，是是，大事大事啊！让我听我说啊！今天这个婚礼啊，取消了。啊！小赵甲弟不知道，是不是这句暴发户让父亲生了气，才会让赵鑫在母亲期待了八年的婚礼当天再次消失。但一生为人清白正直的赵山虎知道，他们赵家对儿媳赵商红的亏欠，恐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哎，那天多难看啊！就是啊，酒席都摆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贾弟，孩子，贾弟，我让你道歉，离家教啊！贾弟，这还得了了？这孩子。贾弟，给。你进来吧。到这儿了。妈，对不起。贾弟儿，妈不是怪你，但是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，嗯？你要记住一句话：每逢大事儿，有静气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每逢大事，有静气。